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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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谁呀？这不是著名的美容专家，我的亲姐姐刘女士吗？这么一大早上你怎么就来了？我今天这生意啊，一天我看都够呛。别呀，我一看今天就是我俩共同发达的好日子。哎呀，你是预言家呀？我还真学过易经，基本都准。哎，那你给我看看，我怀孕了吗？啊？不能。 你看姐姐这苗条的身材，是个男的看了都迷糊。<笑>那你预测你今天的运气了吗？我遇到我姐了，运气肯定差不了啊。那你预测你今天这个货有可能会被退回去吗？不能，您不能。李岩啊，就你这个面，你比别人家贵了一倍。不会吧？谁家的？我不可能比他们贵。不但贵，效果还不怎么样。今天呢，都给我拿回去啊，拿回去。 不是，姐，你看我们都合作三年多了，是，你看，我也纳闷呢。你说我怎么能跟你相处这么久呢？都给我拿回去，别说没用的啊。喂，姐，要不试试这批？我试试这批，哪批我也不要了啊！我受够你了啊！走，哎，过来了，走。这个价格都是公司定的，我们可以商量的。走，姐，哎，说别的没用，没用，没用啊！姐，我们打个车。走走走走。 喂，蓝总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发胶是吧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嗯，那您把那个型号告诉我。靠，真他妈背。后边停车。来，哦，不，蓝总不是说您，不是说您。哎，蓝总，你等等，你听我说，您听蓝。先等会儿，你好。 请出示一下您的驾驶证和行驶证。我没开太快吧，警察先生？我这安全带我也系了。您就行行好，行行好。就是行好你，先把我的本给。你先等会儿，一会儿我再出给你。开车打电话，罚100，扣1分。 那都是要命的电话，我不敢不接呀，那都是上帝呀。你就是那都是爹。你给我闭嘴！您是不是老这样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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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是这样，你真的很容以遇见上帝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要不咱这么整，钱我交，分儿咱就别扣了。下回为例啊。下一次记分手交通规则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扣你分了。就是你，那这我这个我上班真。不废话吗？你也罚不着啊。 哎，我精心研究出一组号码，你这跟着我买一注。你这个算了啊，自己买，我走了啊。姐，按照这个来2注。嗯，来2倍的哈。哎，来，大家静一静，静静静静啊。下面我来介绍一下。 这位是我们公司新任的总经理马可先生，不认识他，真的。马可先生啊，曾经在新加坡和澳洲的一些大型的知名化妆品公司任高管职务。我们在马可先生的带领下，会对我们公司的发展起到突飞猛进的作用。下面欢迎马可先生给大家讲两句话。 各位同事，第一次和大家正式见面，我没有什么长篇大论，只是希望和每一位同事一起打造公司明天的辉煌。
马总，欢迎你，谢谢马总。马总好，哎，马总，喝酒，是吧？欢迎你，欢迎你。好，好，好，嗯。来来来，马总，你还好记得我？啊，不记得。原动力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马总，马总，马总，你好，马总，你好，你好。 欢迎马总，好，多喝啊！哎哎哎哎，马总，啊，我是咱们公司那个资深销售顾问，我叫那个吴，这个说话有点问题是吧？不是的，马总，他平时说话没这么严重。是吗？对对对，我说今天一见着您，我还有点紧张了，你说，哎哎，马总，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吴奇是吧？啊啊，这样啊。 有时间到我办公室去说，好吗？啊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嗯。哎，哎呀，你这是，真不好意思，你这是，对不起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你是？我是销售部李岩的爱人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怎么搞电动了，马总医生？没事没事，那个李岩是吧？啊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在原动力合作过。 而且，合作的很愉快。对对对对，想起来了。嗯，我还以为你当了总经理，不愿再提以前的事儿。哎，怎么了？这么说呢？你刚才你说你是？销售，我在销售部。哦，销售，好，好，好。啊，那先这样啊，没事没事。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。饿了吧？来，吃点东西。 你到底还是买了？我这不工作需要吗？你说我整天蹬一破自行车跑销售，谁信我呀？你有了它，咱们门面问题就解决了。<笑>那你有本事让你公司帮你解决呀？那不是占公司便宜吗？我成了小人了。再说了，这也是你名下的资产。这怎么就成我名下资产了？在我们家连我都是你名下资产，何况这车呢？你少来啊！你钱从哪来的？ 我贷了一点款，你，作为现代女性，你得好好学学金融了。现在提倡贷款消费。李岩，你是不是偷我身份证了？你现在是越来越出息了啊！你，我信誉度不是差了一点吗？你告诉我，这贷款怎么还？ 怎么还？怎么办？你总是把问题想的那么严重。新来那个老板，那是我哥们儿。来来来，李岩，你踏实点行不行啊？咱先把安全带系上啊。 你看看我的那些同学，哪个不比我过得滋润啊？是是是是，我每天都在反思这个问题，所以我每天都很努力啊。成果呢？快了呀！你别着急呀，咱们还是得脚踏实地，不是？哼，你现在知道脚踏实地了，你早干嘛去了？我正式通知你一件事儿，我要去杭州了，医院在杭州开了一个分院，我申请过去了。 不是，那么大事儿你不跟我商量一下，我这根本没准备，而且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顺呢。你买车你跟我商量过吗？我一个人去。你要提离婚是吧？我托朋友找了一个律师，明天咱们一块儿咨询一下吧。 去就去呗，反正也离不了。嘟囔什么呢？没什么。走吧。哎，哥们儿，赶紧给我支一招，怎么才能离不了婚呢？ 如果想好了，决定要离婚的话，主要是财产分割问题。我还没想好。
我就是陪他来咨询一下的。你还挺有意思，反正都是朋友，有什么话尽管问。我们没什么争议，房子呢是他们家买的，我不要，我们也没有多少存款，这些呢我都不要。律师先生，我想咨询一下啊，我要是有一部分贷款没有还，离婚了以后怎么处理啊？你有什么贷款？就你那破车啊？不是，我有60万的贷款。 你瞎说什么呢，李岩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我没敢跟你说，我和吴奇他们在年初的时候弄了个公司，贷了点款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蔡姐，你可想好了，即使离了婚，贷款也要还一半的。麻烦你了，律师先生。哎，再见。 这回啊，彻底没饭吃了。怎么了？这是？让那姓马的给炒了。为什么呀？看不上我呗，觉得我说话不利索。就因为这个？没事儿，他这就是新官上任。 还不明白公司的形势，更不知道谁是自己人啊！这也得怪我，没跟他说明白。别着急啊，哥们儿，等着我，我这就找他去了。啊，等着我。哼，他的情况明摆在这儿，你说口吃这么严重，怎么完成销售啊？那顾客他能有耐心听吗？马总呢？嗯，他在公司工作5年多了。是是。 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而且公司每次开发新地区的时候都是他去的，嗯，他还有个2岁的孩子。我会给他补偿金的，但是公司他不是慈善机构。你说现在新来的这些业务员啊，都是勤勤恳恳的，工资比他低，业绩比他高啊。他我也是打工的，你也替我想想，啊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哎呀，行了，兄弟，你说咱俩在一起共过事。 在这儿，你得帮我。这样，周末的时候带着你媳妇儿，咱们去打打高尔夫，然后顺便谈谈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。好，好，好。嗯，马总，这个吴奇这个事……行了，行了，改日咱们再说，好吗？先走，先走，改日，改日，哎，好。 怎么样？有戏吧？他今天有点忙。没事儿，哥们儿，我怎么着也得把你保住了。啊，对，他周末约我打高尔夫。啊，高？啊，对对对，顺便谈一下公司的发展方向。哦。我再好好跟他说说啊。真的？真的。嗯，我的才华他还是了解，将来我要是地位变了，你们能唱吗？ 这首曲子是马思涅歌剧《泰伊斯》里面的《沉思》，哦，好听。沉思，有沉睡吗？ 谢谢啊。 怎么就一份儿啊？我不爱吃这个，我总觉得这个没有驴打滚好吃。夫人，该起床了。用完早膳，咱们就去打高尔夫。昨晚上跟你说过了，不去，就是不去。 看新来的老板那么器重我，还约我。
约我谈公司大计，说好的带家属，你要是不去，我这面子上过不去呀。这我去了，你面子上更过不去吧？啊！不能，你肯定会帮我的。我说李岩，啊，这次要是真是个好机会的话，你能不能别干些不着边的事儿啊？你。Of course。 看着我啊，双腿微屈，这个左臂要直。来，注意力集中。怎么样？好多了，累了吧？休息吧。行。马总，你肩是不是不太好？没什么，老毛病了，活动活动就好了。哎呦，那你也得注意。 你要是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预约一个运动创伤医生，我在医院工作，方便一些。哎呀，李岩真是好福建啊，有你这个贤内助。我看你们俩的关系有点紧张啊。嗨，无所谓吧，反正我也要调到杭州去了。都紧张到这种程度了？其实也没什么。 我之前那段婚姻就是因为实在合不来就离了，这样大家都轻松，对吗？聊什么呢？哈，没聊什么，喝点水。哎，哎，马可，刚才我那杆打了起码有50码呢。是吗？真的。对了，我想跟你聊聊我那个深度直销计划，在我这个计划里啊，吴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。不急啊，李岩，休息吧，别总想着工作。 你先歇一会儿，来，蔡静。啊，不是院长，咱们再打一会儿。不是，咱们医院对我是特别好的，我这是婚姻出问题了。 我跑步。
你他妈干嘛呢？你说明儿千山鸟废绝啊！你会不会啊？干嘛呢你？刚才说什么？是挺好啊。我电话，我这哎，借酒浇愁呢。我遇到事儿了。 看看这架势，这事儿不小啊！让人戴绿帽子了。你嘴开光了，不结巴了还那么准？谁啊？跟我说谁？马可，马可？你确定吗？妈的，找他去啊！我都没动，你动什么呀？ 走，给我喝一杯。喝不进去。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看见他和马可。说呀。不说这事儿了。 丧气，你这真面你哥！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啊，还有事儿啊？你可得保守秘密。我你还信不过吗？我发，你想告密你也费劲。我中奖。 不是，你让你媳妇儿气疯了是吧？真的，别逗了，真中了，一千万。 上次我叫你跟我一起买的那次，哎呦，我这命！你说我这命啊！你这算卦的就跟我说了，说我这五行缺水，这水就是财呀，这。 这都是命。服务员，再来五瓶啤酒。哟，恭喜你先生，请问您是中特等奖的吧？请出示您的证件、你的身份证，还有你的彩票。先生，请把你的口罩摘下。你好，先生。 这是你的身份证，还有支票，请你拿好。好，没事，您慢点查。中奖了。先生您好，这边请。哦哦。 先生，你要点些什么酒水吗？给您推荐一款红酒，格雅罗斯海岸，1990年款，是我们这里销售最好的。我们是直营，价位很合适。多少钱？$18,800。一瓶啊？对。我先看看菜，你先忙你的。你要是好了，我叫你。好的。 谢谢。怎么样？这里的环境不错，口味很地道。
这个太奢侈了。哎，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士，这么有气质，就应该多到这种地方来。服务员，点餐。点个屁呀！我好几个月的工资和你一瓶酒能咋的？ 要试试吗？试试，好。可以吗，先生？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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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生，酒给您倒好了，现在可以点菜吗？怎么回事啊？ 我没点酒啊，您刚才说要试试的，您说可以了。我问问也算呐。是的，如果刚才您闻的这款酒味道您不满意的话，我们是可以调换的。多少钱来着？这款酒是戈雅罗斯海岸，1996年款，16800。先生，这款酒肯定物有所值啊。太值了。不好意思，先生。 啊，这个酒喝完了，瓶子还回收吗？不回收，谢谢。还有就是，我对你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，你明白吗？ 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、很默契的感觉，好像我们俩之间好像是很久很久认识的朋友一样。你太幽默了，马总。咱们俩之间能不能随便一点？你就叫我马可，或者迈克。 这首曲子是《沉思》，《沉思》，马斯涅歌剧《泰伊斯》里面的曲子。你也喜欢音乐？看来我们的共同话题是越来越多呀。我小时候一直学音乐，就是长大了以后没这条件了。你看，我们的共同点非常多。音乐是我除了工作之外最大的爱好。 我在国外的时候，经常去听音乐会，非常棒。这样，有机会我带你去听音乐会。真的，我好久都没有去听过音乐会了。我觉得你的家庭负担很重啊。也倒没有，普通人嘛，普通人就过普通人的生活，每天柴米油盐，锅碗瓢盆的，主要是老公不争气。 对不起，你看我干嘛跟你说这些呢？你们俩不是在办理离婚吗？中国人有时候就这样，两个人在一起不幸福，还偏要在一起受罪。啊，蔡京啊，我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士，应该主动去寻找自己的幸福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来。 表哥，好喝！厕所睡去！好喝！
我发的，我没那义务。你是一门心思不想跟我过了是吧？想都别想。你为什么就不想想是你自己身上的问题呢？又是我的问题，都是我的问题，行了吧？是，我不求上进，我整天没正事儿，我挣不来钱，这个家都是你撑着的，行了吧？ 可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我一直很努力，而且我为人正派，没和别人卿卿我我。说谁呢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啊！我问你呢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我说谁呢？我说谁谁心里清楚。表面一套，背地里又一套，话都不细的说。跟踪我。 品质不错的，都是快到保质期的，而且这次这款眼膜效果和你说的相差的也太多了。这款洗面奶分量不够，而且味道非常的刺鼻。李岩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下次还想和我再合作，让我从你那儿拿货，价格咱们必须得重新谈。就这样了，重新谈不了，你还是找别家吧。 谢谢啊，哟，李先生，你这块表真长了，得好几万吧？10好几万好不好？看来你是真不知道。哎呀，小姑娘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得好好看看数了。嗯，谢谢。10好几万呢？你摘下来我看看，快点。 不是我说你啊，有点烧包。这是新生活的开始啊！我都活了30多年了，这几天我才明白，我就是个土鳖。你以为你戴上这表就不是土鳖了？赶紧的，走人！ 我花那么多钱请你吃饭，就是听你损我。都多大岁数了，还玩一见钟情呢？哎，那个蔡静怎么样了？冷战呗。他这几天天天捯饬，我看真是和马可约会。不是，那钱。 就这么闷着了，那怎么办？离婚，分他一半，让他找马克去。我今天还辞了一个客户，让他不敢忍受。不是，你听我句劝，好不好？俗话说得好啊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宁……得，别费劲了啊。 我心里憋得慌，来喝酒。哎，干嘛呢？怎么和路边吃烤串呢？真是……嗯。先生你好，我的手机没有电了，能接你的电话吗？ 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哎，纸，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要不我陪你一件，要不你留个电话吧，方便他陪你一件。你电话呢？
再这么行，我今儿缺了大德了。先生，您看这件衣服非常适合您的身材，修身又舒适，一下子就显得您的气质特别的高贵。好像是不错啊，多少钱？这件26000。没有折扣吗？先生，这已经是打完折之后的价钱了。先生，您看是不是再需要搭配一条裤子？26000一件啊？嗯。啊。 好，你进步太快了，谢谢。再来一次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老是觉得有点不稳。我觉着你还是站位有问题，这个手要放松，然后你肩膀跟着我走啊。 这鞋一点都不硬啊！先生，怎么了？不好意思。哎，结账。 哎，别，包好了，我回家还得穿呢。嗯，好的。彩静，你等等我。彩静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突然有点事儿，我得先回去一趟。我知道，我刚才一时冲动了，对不起。没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不是，彩静，我真的喜欢你，难道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 马可，你再给我点时间好吗？你跟李岩不是已经要离婚了吗？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离，我还是李岩的老婆。马可，我们都再给对方一些时间考虑好吗？好，彩静，是我太心急了，对不起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谢谢，我想自己走走。 再见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我干嘛的？这是我的票。啊，抢我活是吧？哎呦，我至于吗？我就是路过。哥们儿，你中彩票了？谁说的？不是，你看你这身儿。 跟中彩票了似的，这多少钱啊？上万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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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。我告诉你，我懂，你别忽悠我。你看这个，最起码得上万。你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好事儿啊？什么叫上万了？你懂，你懂个屁！这山寨的，一个南方的朋友带的。我告诉你，真的，你开始做工，够可以的了。哎，哥们儿，你这多少钱一套？ 300，为什么？300，你这样，是，那什么，这钱你拿着，然后那个给我做一套。你干嘛呀？哎呦呦，牙疼。嗯，然后那个晚上上家吃饭，别忘了。啊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哎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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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哎哎，这是我的。 元儿，我想快点和李岩离婚。
你前些天不是说离婚还得还一半债呢吗？不对吧，小江，你是不是有别人了？不，你们到什么程度了？你不会是跟他睡了吧？你瞎说瞎说什么呢？你哪跟哪儿啊？这个不是，那到底到什么程度了？哎呀，你快说呀！哎呀，没有你想的那样了。我觉得就是跟他特别投缘，然后跟他待在一起吧，特别的舒服。他呢也很欣赏我。圆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好久都没有那种感觉了。你们认识多久了？没多长时间。这仔细想想吧，好像对他还是不太了解。可是，我和他有相同的语言，共同的爱好。跟他在一块儿，生活没有那么无聊。这李岩现在和以前完全是不一样。哎，你说咱们上学那会儿，他多有才啊！这学校的大活动，他张罗的那么井井有条，对我也百依百顺。现在，你自己说，哪段感情的开始，他不是爱得轰轰烈烈、死去活来的？可最后呢，不还是感情都变淡了？回来了啊，蔡静。蔡静，我什么话都不说，可是我现在都三十多了，我等不起他了。我早就说让你给他点压力，可你怎么说呀？我们还年轻呢，再玩两年吧。现在傻了吧？要我说你吓吓他也就行了，可别玩真的。说实话，小静，我觉得你现在呀特别危险。公司新来那帮小孩就跟打了鸡血似的，指标啊越来越高，任务越来越难完成。我这也是，加上这线上直销价格越来越低啊，客户是丢了一个。哎，嫂子回来了，过来吃饭啊！啊，行，你们先吃着，我去换身衣服啊。哎哎，哎，我发现蔡静好像越来越漂亮了。都什么岁数了，就那样。啊，是，我看也还那样。来喝点红酒，对身体有好处。哎，还是嫂子好，你少喝点白的，喝点红酒，软化这个血管。我先给嫂子倒上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来。这红酒喝多了也不好。胡说，喝还降血脂呢。来来，给我多来点，你少来点，多来点，快，多美容养颜，我也来点。你来点。哎，我估计啊，公司可能最近又要开人了。啊？能吗？那马可开我的时候说把你们都保住啊。那是他说，我看这人阴着呢，最近总是找我麻烦。哎，李岩，就你跟他还行。是，跟哥们儿似的。你要不知道为什么对我好着呢。哎，这酒真不错。哎，爽口。是啊，哪儿买的？啊，就我们家楼下烟酒专卖。来吃啊。真不错。你的客户给公司来电话，说你不给他们供货。有这事儿？你故意的？是。你不想干了是吧？是。李岩，我拿你当自己人，你明白吗？
是。你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莫可，其实你根本不用想那么多，是吧？我要是在你这个位置，我早就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了。开了我呀！好了，这样吧，我陪你到客户那儿转一圈，把他们都争取回来。走吧。我们新推出的净膜效果很好，为什么您不试试呢？这女人就这样。走，哥们。是这样啊，我们新推出的这款净膜呢，是采用新加坡最先进的配方，效果很快。我已经有了。那你们这个多少钱？8块钱一片。你看，我们的6块，而且是买十赠一。李岩，你怎么没跟我说啊？你脾气那么臭，我怎么说呀？不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刚才不是说他早更吗？我什么时候说他早更了？你刚说完呀。我没说谎啊。哎，咱们犯不着为了一模跟他低三下四。你把嘴闭上了好吗？你不用理他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好吗？不用解释，请你出去吧。你听我跟你解释。不用解释，出去。犯得着吗？他就不配使用咱们的产品。还有啊，男子汉那得敢做敢当啊！你不是说他更年期吗？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呀？是不是？他老这样，我都见多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要是用他的照片做电脑桌面，你的电脑准死机，你听吗？是是，咱就不勒他，还能饿死啊？饿不死是吧？你从现在开始被解雇了。你从现在开始被解雇了。反正就是不愉快呗，他就把我开了。你有很上进吗？我就不相信了，人家会无缘无故把你给开了。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活该喽？不可理喻。对，我看我自己都烦，我肯定是让马总不舒服了呗。你又话里有话了是吧？这么晚了谁呀？吴奇。哎，啊，没事，你说。吴奇叫我去找何杰喝酒。少喝点儿。不速之客啊，我是来跟你们分享好酒来了。李岩不是和你去找何杰了吗？啊？哦，是，他走了。嗨，你这事儿闹的没碰上，那我先走了啊。怎么才接电话呀？啊，刚从你家出来，差点跟你媳妇说漏了。你又跟谁出去厮混去了？吴奇，我是蔡静。
李岩电话没带。刚从马代度假回来，想起你了，就打个电话，没打扰吧？马代，您太幽默了，马尔代夫呀！马代好，马代好。哎，我上次去巴黎的时候，顺便拐了个弯去看了一下。您太幽默了，简直！哎，那边风景很好啊，挺宜居。就是上次去的时候时间有点紧，那下次我再陪您去好好玩玩。好，好啊。那个想吃点什么？我们今天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好好聊。就点你常喝的那个戈雅罗斯海岸吧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美酒配美女嘛。您可真绅士啊。我是蔡静儿。怎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？有急事儿啊？没事儿，就是想问问李岩。啊，蔡静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他故意得罪公司的客户，给我难堪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打扰您了。哎，蔡静，你听我说。您是做哪一行的呀？我做化妆品。哎呀，哪个女孩要是跟了您呢，得幸福死了，既有钱又能用最好的化妆品。哎呀，我做的化妆品啊，档次都不高。您太谦虚了，我一看您保养的这么好啊，心里就想，您是做化妆品生意的吧？没想到啊，还真让我猜对了。就我这脸还做保养啊？哎呦。这满脸都写着沧桑啊！您说话真有涵养，我跟您在一起啊，都觉得我的素质提高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豌豆，是不是太快了？您这表是蓝气球吧？经典款，人家都说了，戴蓝气球的男人呐，都是极品，低调的奢华。啊。那您一年得赚多少钱啊？李岩，我不图你能挣多少钱，咱俩又花不了多少，是不是？你呀，就给我踏踏实实点就行啊。赚不了多少，就是维持。您真低调。我可不是低调，我其实是没调。那您得经常出国考察国际市场吧？米兰、巴黎、纽约什么的。你什么时候还去？带我去吧。我特别喜欢看那些国际时装还有化妆品的发布了。我也想去。您的别墅在哪里啊？方便带我去吗？姐，你说人这一辈子能住上这样的别墅，就值了啊。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这光打扫卫生就得累死。我觉得还是两居室实惠。对对对，有钱咱也不买。您的别墅有几层啊？我最喜欢在别墅的院子里面种一些薰衣草花什么的，好美好浪漫啊。您慢慢想想，我得回我的两居室为买别墅而奋斗去了。这单呢，咱们还是 AA 吧。哎哎，你别走啊，我身上没那么多钱。
胆子是越来越大了是吧？你昨天一晚上去哪儿去了？喝酒。你跟谁喝的酒啊？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？还故意得罪客户，根本就不是公司开的你，你是自己不想干了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谁告诉你的？马可吧？你俩沟通还挺密切啊。他怎么跟你说的？在哪儿说的？不会是在床上吧？混蛋！我混蛋？我混蛋没出去勾三搭四，过够了是吧？过够了就滚！行了，我现在就走。想着都恶心，去就去。我跟你说吧，现在就去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这下痛快了吧？他居然说我给他戴绿帽子！不是，那你跟那个马可到底有没有事儿啊？有个屁有！你怎么也这么看我呀？他居然还敢轰我！他不是，那不是你不跟人家过那时候了？我跟你说，他昨天一晚上都没有回家。啊，李岩是不是外边也有事儿啊？他没事儿，早晨回来的时候全身都是土，头发也是脏的，这肯定是在外面逛了一夜。好了啊，你就先在我这儿住着吧啊，再回头慢慢说。跟蔡静彻底掰了。不知道，他走的时候话说的有点绝。啊，嗯，那你打算怎么收场啊？嗨，没事儿啊，没有过不去的事儿。这鸟怎么还死了呢？什么？蔡静的吉祥物。坏了。嗯，没事儿，再买一个一样的看吧。扔了吧。那你以后打算怎么着啊？啊，买一大房子，再配一靓妞啊？我想好了，我得把钱给蔡静，我对不住人家。想好了，那不便宜马可那王八蛋了吗？怪我自己没出息，人蔡京要是喜欢，
那是马可的福气。得，您看人这福气，你再看看咱哥几个，你还不知道呢吧？何杰也给开了。啊？什么时候啊？就前天。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送孩子，这约客户就迟到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吴昕啊，咱哥几个得好好干点啥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老赵绝对没有在产品品质上做过什么手脚。这个我知道，可就是打不开市场。要不是舍不得这帮子跟了我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我早就不干了。李岩呢？说吧，出多少钱？只要能让我过得去就行，我还记你个人情。行，米少北。不过，欠加工厂的钱，可都算你的了。偶尔了。好，痛快，成交。哥们儿，这次我可是玩真的，我马上要开始尝试线上的全面推广，你帮我出最好的方案，找最好的摄影师，我要最好的页面位置，主打产品，面你。您看。直接对着马可做，你和我现金结算，一分钱不出钱。好，咱们这么多年了，这次我一定帮你。你现在用的面泥怎么样？什么价钱？啊，还可以吧，50块钱一盒，一箱12。我现在的产品呢，质量没得说。如果你不信，我可以给你免费试用。如果好的话，我给你35一盒。35？真的？但是有件事情得麻烦你。刘姐，你是连锁店，在这行人脉也广，如果用得好，你得帮小弟多推荐推荐。行啊，三日不见，当刮目相看了。我信你，虽然你这平时嘴不怎么好，但细想想，还真就没骗过。那咱们就说定了。喂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订单一定不能误啊！我下午就去厂里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呀，还有那个配方，一定不能简化啊！哎，老李，看到没有啊？订单多的都忙不过来了，以后可是一片光明啊！不好意思，又迟到了。你这么急，约我什么事儿啊？想你啊。马可。嗯。我想过了，我觉得咱们两个不合适，还是做普通朋友吧。不，怎么了？怎么不合适啊？你和他办手续了吗？这和李岩没有任何关系。他现在可是风光无限的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处处跟我作对。哎呀，我手里的不少客户，让他抢了不少。蔡江，李岩背后到底什么人呢？你能不能帮我查查他的底？这个才是你今天约我的最终目的吧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蔡江，我们很合拍，不是吗？是我们是很合拍啊，当初我和李岩也很合拍啊，可是生活就是这样，再过几年我们仍然会回到现在这个轨道上的。我们是合拍，但是你也不能让我做出这种事情吧。哎呀，
你跟那个笨蛋又和好了是吗？看来那天我和你约会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。哎，不是不是，太丢人了。你等一下，来，怎么样？什么？行了，你去死吧啊！明天不用来公司来上班了。好了，蔡江，签了没有？为什么呀？不是我说你是个白痴啊！好了。这不离婚了吗？改善一下居住环境嘛。啊，哦哦，这是俩屋啊，这是。来看看这边，这边是主卧。装修方案我已经想好了，你也帮我出出主意。我想买一个5.1的音响，环绕立体。你这墙边贴上一圈地小线，你看采光多好啊！木姐，哎。
的。真的，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，钱这个东西啊，要和自己在乎的人分享，才有价值啊。装修队我已经联系好了，到时候那堵墙还是打通。钱方面呢，要是不行的话，你随时给我打电话，好吧？行了，走吧。媳妇儿说：“是你贷款买的啊！”好，走，喜欢啊，喜欢就好。钱了是吗？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？您请稍等，您的账户刚刚确实入账400万元，没错。哦，是吗？哎，您能帮我查一下，这是谁给我打了400万，行吗？好的，稍等。400万？您好，抱歉让您久等，10分钟之前刚刚从姓名李岩的账户为您转账400万，请问还有其他问题吗？哦，没了没了，谢谢啊。很高兴为你服务，再见。李岩给你打了400万，你们到底离没离呀？Oh my god， 这世界太疯狂了。小静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他最近事业做得还挺不错的。呵。那你现在就成富婆了，养一小白脸儿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闹？张元儿，你说李岩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不会吧？不行，不行，我现在要去找他，到底问问他是怎么回事。小静，你慢点。来了来了，谁呀？怎么了？你没干什么违法的事儿吧？没有啊。那你哪来的400万呀？来，你先坐，你先坐，你先坐。是这样的，前些日子我中了彩票，1000万。啊？真的假的？千真万确。我当天我去找你的时候，正好遇到马可去接你，我看见。所以你就一直没有告诉我是吗？有点小人啊，我就是一时没想开。那你现在想开了？我觉得还是让你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会更好一点。李岩，你说咱们俩也这么多年了，这段日子我考虑了挺多的，我觉得我是不是对你要求太高了呢？不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是我一直太不着调，以前没明白，现在明白了，晚了。其实我就是想，咱俩还能做朋友，可以一块儿吃个饭什么的。那你打算以后怎么办？还是干这个呗，我也不会别的。我和我那几个哥们儿干的挺好的。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静儿，啊，
李岩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弄一些线上销售旅游信息，你就能打败我？没有啊，我只是按照以前想提供给你的销售方案在做，好玩。那咱们一起玩。你有那么多好的销售员，我用的都是你开除的，你和我联手，层次都不一样。这话说的有点意思，咱们再商量商量行不行？我小看你了，李岩。你看人不准，做人更不行。是因为蔡静是吧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真的有什么？那个女人跟你一样莫名其妙。她真没和你在一起吗？她这样的女人就应该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。先生，你不是第一次了吧？不是，警察先生，我媳妇儿丢了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您快点行吗？我媳妇儿丢了。我觉得你现在精神状态不太适合继续开车。行行，来来来，给您给您。